我也是，能丹海和神海尽开，也是你本身天赋过人，我只不过锦上添花而已。叶辰，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 你先起来再说。我不，那日在乱谷苍原，是到你没死，你知道我心里有多开心吗？叶辰，我想做你的新娘。啊，这事你跟我说没用，你得找我。不说，还没弄好。哼，开辟丹海的新姿势。哎呀，道生。 上官以为你说狗的呀，还咬人！哎，这都叫什么事儿？这是七彩玲珑花，世间稀少的天劫炼丹材料之一，没想到竟然在这里看到了。 手感真不错。啊！寒月道友，真是巧啊！刚你这是什么情况？我乃道灵之体，早年服食了七彩玲珑花后，时而会有外化异象显露。 岂不是血液之中皆有此花功效？要是用来炼丹，寒月道友，可否给我生个孩子？